身为一个此生都在跟身材奋战的女子，我其实用过的这种所谓吃的酵素的产品真的不下几百种。然后这一条产品让我真的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这个顺畅果冻你吃下去的时候不会觉得肚子痛，它会在你隔天的时候慢慢的会有一点感觉，然后你上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干净彻底的厕所。这样讲好了，我们大部分对于这种所谓的酵素顺畅果冻，我们的理解就是会让你不停的跑厕所，让你那一天都很难出门。可是这一个古堡生医的产品，它是可以让你吃了之后，比方我当时是在过年期间，我们过年都会吃一堆大餐，我就在下午的时候吃完我的午餐，吃这一包就一条就好。它其实是一个很好吃的果冻，有点葡萄的味道。然后吃完它之后，大概到晚上，甚至是隔天早上，我的习惯是早上先喝500cc的温水，然后你再随着你上厕所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干净，好像肚子里面空空的，该排出来都排出来的感觉。先不讲吃这样的东西能不能让你譬如说减少几公斤，这个东西它其实能够帮助你的是不要囤积太多的毒素在身体里面。而古堡生医这里面加了80多种的酵素还有水果的成分，所以它能够做到的其实就是帮你把排便这件事情变得顺畅。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压力啊、水分啊，或者是饮食不均衡，让自己有排便的困难，这一支是真的能够彻底帮到你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。